请讲。师父好。嗯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慈父恩师卢俊宏台长师父。今天我是问我的儿子，儿子以你2017年自杀未遂，菩萨救了他。现在我和我先生两个都吃素，都在帮儿子念经。几年属什么的？他是90年属马的。啊，他被人家控制住了。他天天晚上会讲话，是自己跟自己讲话。是是是。他有自闭症啊，严重自闭。没错，是的，是的。你现在给他念了几张小房子啦？我跟我先生两个将近念了1500张了。还不够。你先生念的质量不是太好，你念的好。谢谢。明白吗？现在你说你们两个念了1500张是吧？对。我帮你看看收到多少张。好的，谢谢感恩。800。OK。你现在还要给他大概要念2300张。好的，我一定的。你这个儿子不笨的，我告诉你啊。是。你别看他自闭啊，脑子很聪明啊。对，是的。做什么事情都很好，而且他知道你们两个人吵架的时候，他就避开，想办法来劝你们，很懂事情的。是是是的。明白了吗？是。其他没什么，你现在还想问什么？我还想给他放生吧，要。对对，我还需要换生多少？还有他的功课，我们怎么做？3500条鱼。还需要3500条。功课你给他5遍礼佛念吗？5遍。我都没有念。哦，要念了，要开始念礼佛了。Okay. 好吧。那大悲咒这样，心经，心经我就跟他念心经27遍，大悲咒我3遍。太少了，大悲咒怎么可以太少了？那拜托师父指点一下。先一点点来吧，27遍大悲咒，心经要念49遍，礼佛念5遍，好吧？好的。再加上这些小房子，他很快就会好的。这孩子实际上病的不是太重，他有一次是自杀，是他一个劫。那么你们家里在他要自杀的之前呢，你们家里有很多的响动，而且他的嘴巴里越讲越激烈，而且躺在床上不肯起来。没错没错，真的。你们亲眼看见了吧？对不对啊？所以很多人根本不认识台长，总归不了解。你们要了解了解的呀，这世界上没碰到过的人总是有的呀。对不对啊？是师父他一直说医生救不了他的病，他说他远远不承认他有病。 他是没病啊，他有什么病了？他病嘛就是你们两个人遗传基因呀，你们两个人整天吵架，孩子受到很重的伤害呀，听得懂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然后呢，为什么他会身上有灵性呢？这很简单了，就是因为你的一个打胎的孩子一直在他身上。还在他身上吗？还有一个女的老外婆，他小时候有没有外婆领过啊？有。外婆走掉了不啦？没有。没走啊？对。有没有外公啊？外公走掉了。还有一个奶奶呢？奶奶、爷爷都在。我看到是一个女的老太太，你有没有找过阿姨领养她？没有，对不起，没有。有没有女的老太太特别喜欢她的？反正爷爷奶奶都喜欢，但是外公也很喜欢她，但走掉了。哦，外婆走掉了。外公。外公是吧？是个女的，赶快帮她念吧。我不知道是谁。好的，没关系。头发花白的，好吧。反正要看不啦，要看晚上我叫她到你。哦，不需要，不需要，不需要。我相信，我相信师父你说的一切，我们一定会替她念的。替她念吧。这孩子一点没什么大问题的。这孩子今天没来是吧？他还在医院，刚刚出院。我就讲给你听，这孩子有手淫，很厉害。OK。你爸爸妈妈很不好，没有阻止他看那些不好的东西，而且他一坐在卫生间就半天不出来。我们都没有去注意他。没注意，没注意叫失职，听得懂吗？是。我告诉你，经常手淫的孩子很容易进入自闭症的。听得懂了吗？
是，所以你们都要懂的。师父不单单是个学佛的，师父还是哲学，是还是一个心理学家呢。是是是，他是很自闭，从小他。你们一定要懂的，对孩子的教育，有时候看着孩子很长时间的，你在干嘛？孩子，关心一下，明白了吗？是，不能这样的。好了，我告诉你，你给他小房子念下去，1300，1300张。哎，马上就会转变。这孩子要把他治好，以后一定不会再自杀了。师父对支持这种孩子小菜一碟，不知道治好多少人。对，我去年很担心，本来我也想来澳洲法会的，然后我一直想得很担心，因为他是第一次出院，然后师父派人到我梦中来告诉我说孩子不会自杀了，看见了吗？是，所以我很放心，但是他现在一直就是不想出去。你记住了，一点点好起来的，明白了吗？你让他多听听师父的录音，他会觉得很亲切，他会觉得心里有依靠。我告诉你，爸爸妈妈经常吵架，孩子心中觉得没依靠，所以他们就到处去寻找，找啊找，找啊找，找到一个卢台长，金阁里。是的，是的，没有卢台长就没有，是没有卢台长。爸爸妈妈都不像爸爸，都不像妈妈，整天吵架，骂起来挑最不好的话骂。孩子把爸爸视为太阳，把妈妈视为月亮。月亮跟太阳打得稀里哗啦，月亮也没了，太阳也没了，孩子靠谁啊？当然自闭了，自己出去想找朋友。所以一定要孩子要对他们进行很好的教育，听得懂了吗？是，不要再吵了，有什么好吵的了？我已经讲过了，一离婚两个人各自再出去残害别人。师父，我能不能再问一个？你讲吧。好，一个97年属牛的。97年属牛的，男的还是女的？男的，对不起。97年属牛的，头上长个瘤。97年属牛，你想问他什么？他身体状态。肾脏不好，这一段都不好，黑气很重，肠胃不好。是。脾气不好。是。非常急，很容易发脾气。是。要给他多念心经啊。有，明白了吗？我也想麻烦师父拜托一下练，帮他练功课，还有他的小房子。心经给他多念一点，念39遍。好。大悲咒念27遍。好的。礼佛念3遍。好。解结咒念49遍，还有往生咒。这孩子我告诉你，看别人都不顺眼，明白了吗？他太追求完美的那种。对呀、啊，是男的是吧？是男的追求完美，女的追求完美，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完美，哪有完美的？这个就是有问题了，这已经有心态有病了，明白了吗？放心，要能够容忍别人的缺点，明白吗？是，麻烦师，请问一下，他需要多少一些小房子？小房子要先念180张。好的。好吧，放生2000条。好的，慢慢放吧。好的，好了。好，谢谢，感恩师父。